有，就是你明明就是用一样的东西，但顺序也一样哦。就是没有用，就会觉得好像浮在外面，对，吃不进去，吃不进去。而且早上只要你一出门，你就开始突然觉得你皮肤变很干，对不对？的确啦，换季会有这样的问题，因为其实慧乳啊，自己本身肤质状况非常好，对不对？然后肌肤有光泽，那最主要其实大部分的女生，如果其实肌肤的状况都在80分以上的时候，我觉得眼神很重要。眼神最容易显老了。对啊，如果今天应该有看到，我觉得很累，好啊，泡泡的啊。眼神，你觉得我今天看起来累吗？因为现在大家都常用手机啊。对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国外有统计啊，大概现在平均每个人哦，每天在用手机就用了200分钟。那怎样？所以你眼周循环就会出问题，然后就开始浮肿。开始干涩，开始痒，然后会有黑眼圈，看起来就会哪一个牌子会这样？哪一个什么牌子都不用就会这样，但是有牌子可以帮你解决这样的问题。哦，对，我今天特别从纽约仙界的百货公司 Bird of Gourmet 带来了最好的保养品。好哎，坐云朵来的，来了来了来，会有的，试试看。而且我最近拍戏真的眼睛看起来很累耶。对啊，其实他们家呢眼霜本来就是畅销的热卖品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很多消费者都知道，我相信很多这神仙级了，真的对，这个真的很厉害。来，老师你来用，这是仙师级了。然后这一次我要带来他们最新的眼部精华液，我称为它是眼部的氧气瓶，因为它可以给眼周足够的氧气，然后促进循环，还可以加强眼周的保湿跟抗老，是哦，它的效果就很厉害。那这个眼部精华液呢，其实它质地非常清爽，而且它马上就有感觉，我直接就帮慧如来试试看。我想我今天应该很有感吧。那一个眼睛要挤几下？我自己一个眼睛就是挤一下，然后因为现在我直接帮慧如做半边脸，所以我就挤个3下4下。等一下，你把眼睛也不精华做脸，脸可以用，因为它的保湿效果很好，而且它就是急救的效果也很好，然后可以让眼部啊，全脸啊都可以明亮保湿。我等一下要坐云朵回去了，刚是走下来，等一下背回去。那我们在家里是哪一个程序要这样急救？洗完脸。洗完脸之后，而且如果说像现在换季嘛，很多人眼周肌肤会开始敏感，对，会开始红痒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在家自己这样子试，先做这一个眼部的精华。我跟你讲，一滴就够，真的，真的，好，对不对？延展性，对，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润泽的精华液，对，没错，一滴的量就很多，而且它的保湿效果很好，然后它紧致的效果也很好，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奈米白金跟奈米铂金生态。铂金，没错，所以它导入效果就很快，它可以直接导入到我们肌肤的最底层，然后跟我们的自由基啦、老化因子啦做一个综合。在按摩的时候千万不要太大力，稍微用按压的方式，因为它吸收也很快，这样子马上就吸收了。那因为我刚才帮慧如用了很多，现在才第一瓶哦，我们看，我们看看，哇，有，我觉得你好像醒来了，对，慧如脸部的肌肤轮廓线都比较紧实，哎，这里会有一个像本垒版的样子，对，然后这里就整个上来了，然后呢，再来，就一边脸已经往仙界飞了，对，然后我还要帮他直接使用他们明星产品这一个面膜。这个好用，我今天特别带来好多包跟大家分享。哦，真的很好用。对，因为它有独家的启动自己600种的保湿基因的效果。它真的很好用哎，因为现在季节交替，我又在拍戏的时候，我都靠它急救。要不然有时候真的皮肤很干哎。来，再帮我把眼部精华给我一下好吗？哦，可以这样子调在一起。对，其实这样子就是加强帮你的保湿跟紧致开 turbo， 我就直接在加，而且它里面我刚刚讲了嘛，它有纳米白金生态跟纳米铂金生态，所以它导入的效果就更强，我就直接在按压，把我的左脸一起弄，也是3下再加在这里面，直接再按3下，然后它就变成一个抗老保湿。美白紧致的极效的晚安冻膜，所以意思是说其实粘什么乳霜都不需要，我觉得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再厚敷晚安冻膜，然后就可以
睡觉，对不对？就直接可以睡觉了。太棒了，没错，因为它就是晚安面膜嘛，然后它吸收度又够快，其实它只要大概三分钟就吸收了。哦，我坐飞机的时候都靠它。对，我也是坐飞机。我去机场前就先涂满整脸，对，那上飞机就好了。像慧如这样的仙女，本来就用这个产品，对不对？哦，超好用。那其实呢，在美国这个 Bird of Good Man 呢，也有另外一些仙女都在用，像是我们拉丁仙女，拉丁仙女 J Lo， 对对，还有一个珍珠港仙女凯特贝琴萨，她一次呢。是买六瓶的眼部精华，所以他美效它是一手眼部精华，买一手，一次买一手。可是当前面也没有任何化妆水，就直接都没有，没有就直接用就可以，因为它的分子很细，然后大部分化妆水就再次清洁跟加强保湿的作用，对。可是因为它的保湿效果真的很好，所以它就马上倒进去，让我们每颗细胞都吃饱了水分，然后刚才再用这个面膜呢，其实又封住，让它自己源源不绝的造。所以你看，用完了冻膜之后，其实慧如另外一边脸感觉更上提了。你的嘴角很明显，可以给我把左边弄回来吗？这样子我等于只有右边可以回去，左边留在人间。现在有一种邪气，因为你对角是歪的。好鲜好鲜，眼袋都消失了，眼神变好亮，皮肤 Q 弹又紧致水水的，恭喜慧如重返仙界。